这个版权费。哎喂。报之前，他老师跟他讲，那我那时候我想说，因为中间发生一连串的事情，那我想说，为什么别人家那都那么信任我们家，为什么那么讲真的那么倒霉？不该碰到的事情居然会碰到。他那个国中的老师就很多人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一切顺其自然，让他自由发展。嗯”我就跟进，我是后来我自己也想开了，我就跟进说：“你不要一直想说你眼睛看不到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你要想说别人有的推轮椅，有的24小时要抱着你还 OK， 你还有双脚、双手，你没有什么残缺，只是眼睛看不到。像一般，你看有的名人也是啊，像郑丰喜啊，他双脚没有的、啊，然后还有好多个，我说你算还蛮幸运的。”